者王俊忠台南报道，民进党台南市南区安平区市议员初选参选人林志文今天带着竞选团队在南区金华市场发送幸福冰棒，希望大家抽到甜在心里的冰棒，人生都很棒，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在初选民调唯一支持有服务经验、有学识的林志文。林志文表示，他在台南当过记者跑新闻，知道如何监督市政，让市政更好，也提升自己。到成功大学进修政治经济研究所，并在民进党南市党部与市议员蔡旺全议员服务处服务过。对自己竞选市议员，矢志要与人民共同打拼幸福好未来。今天林志文在经营冰棒工厂的友人赞助下，先到南区金华市场发送幸福冰棒，友人赞助约二万支冰棒，未来会陆续到南区安平区的传统市场发送幸福冰棒。林志文说，到传统市场发送冰棒拜票，并倾听民众心声，作为未来问政的参考，也感谢友人情谊相挺赞助冰棒与民众同乐，新市政要有新思维的议员协助监督，恳请大家民调唯一支持他，呼志文有机会为大家创造幸福好未来。